是公主生日礼物吗？礼物？我以为这是蛐蛐跟蛋糕而已。画上胡须，扮起大野狼，夏天说起台词超级有戏，配上表情更是一绝，比爸爸夏克立扮演的小红帽还要吸睛。你那么胖，会不会很轻？我的棒球朋友饿着飞行也是快乐的。夏天再变身迷你小飞侠，站在床上和爸爸对戏，毫不害羞。父女俩为实境秀拍摄宣传片，扮成各式经典童话人物，让网友直呼真的萌翻了。天后蔡依林也曾大玩 cosplay， 化身《冰雪奇缘》的 Elsa， 还特别献唱主题曲。不止如此，还有一群男神也疯玩 cosplay。Super Junior 的圭贤顶着一头大假发，和其他团员在演唱会上变身 Elsa 公主，让粉丝超嗨。世界各地吹起变装风，不管是童星还是巨星，都让粉丝们觉得很有趣味。记者徐宏志、徐云清台报道。